特别协助我们的资深前辈，就是棒棒忙师傅。大家好，我们热火协会五期之前所有的人都是他叫出来的。嗯，对对对。对啊、所以，然后今天特地请他来帮忙，因为他认识很多花，然后黄花、鹤顶兰那些啊，什么鹤顶兰那些兰花，就是他最专门的。然后他等一下活动他会走在最前面，帮我们各位找花。所以请各位就是跟着我们，然后前面帮忙找到花，然后跟大家。帅哥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做一下简单的热身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就往前。哎，帅哥。嗯。对。然后我们先从脚，然后做到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换边，二、三。第二次看到。五。真的。六。哎，我换不认识你。脚。上一次我们去做那个樱花铃啊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换边。那么你再做一下肩膀，一内一外，然后就配着呼吸循环这样，一、二、一。对，阿廖，嗯，你要走哪里？嗯，这里啊，只有走鲁壁。对。走。要不要？等一下再加。看这边。好，你好。哦。好。台湾的山很棒。嗯。嗯。那很管理，就移动山下去，你要这样走过去，然后再走大产业道路回来，下来。嗯。哦，是车要停在前面的。看你怎么走，对啊。有的人就移动山这样停。就。移动。房地产啊，在露营吗？露营。阿爸终于要让我们休息。路线，我们没有撤退路线。我们这一条没撤退路线。对。没有吗？我们还绕着竹六十走嘛？啊，搞不好这边有可以地方可以下去。应该是可以的。应该是。对啊，坐地铁。地铁好多人哦，上下班时间多。还有啊，而且买票还要久。有两种哦。他们系统很奇怪哦。对啊，系统很奇怪。很奇怪。哪有？对，朱莉不是嘞，都是你害的，少一个三友。没有，你走慢一点嘛你。那哎，露丝也在里面哦。他上次跟我说他吓到，我就想说是高老田啊。哪一次？高老田被他吓到。八五啊。八五还好吧？我是八五。有活力呢，很有活力。很多辛苦。比我们在贵 K 呢。啊，这条是22.5的。谁要拍可以帮他拍照哦。那我发现，因为那时候跟别人，那我也不好意思吧。哦。应该其实看一下。如果会冷的穿一下衣服哦。等一下。啊？我跟你讲，你还好吗？他真的还蛮。没有啦，他前方跟西方可以一起走。谢谢啊。对。之后。到了。哦。好，用这一招啊。冬翠山。就可以自拍了。啊，这边是。
往石门打上。我们去抽五月。来，一二三。好热啊！一二，这是容易对付。再来，好，一二三，耶！哎，集合。倒数吗？对，他还没按。你要进去吗？我要过去了。哦。啊，我怎么办？我躺在地上。好了，侧拍。Yeah, 最好的位置给你。一、二、三。耶。嘿嘿。好。好。耶。我。辛苦了。哇。谢谢北北上西。那冻了点。冻在这里就不会掉下去了。等一下帮你拍一张。哇！哇！爬上去，快爬！对呀对呀。我倒是有机会。我这个已经有点掉了。两份早餐够吗？而且你都吃，就是两份早餐那种很饱。哇，好饱！一半个人的。好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？没有白做的工，哎，被听被录到了，嗨，我们要讲 Rose 的坏话。哦，真欢喜，你拢安尼敢同意，同意安尼。这，哈哈哈。注意。那是对呀，嘿。加油！好嘞。啥要找？钓人很需要。啊，嗨。现在在一间光遇。很舒服，嗯，今天的山很漂亮。这里是哪里啊？1783的休息的地方。这是什么山？一七八，从东北山过来。对，嗯，对对，站。好，拜拜。我让你按按来。拍那个。哦哟，帅哥哦。哦，对。嗯，都没人这样讲我，太开心了。其他这三个都是老那个。啊。猎的，猎，他们都会上来打猎。没有，哎。输赢没？啊，他输。你要休息一下哈，我拍照。老婆在这里看。我来问你。他要去瑞士团啊，八月。哇，一个度假大饼的，对不对？鲁冰的。嗯，十二天。这里是这样啊。芝麻蛋，还没大、啊。还没往芝麻蛋。哎，你那时候不是有折扣？是不是要问有没有？要不要上？要不是这样穿过去，然后这样对，这样压绳子。对，这个录影是的，这个像你就可以这样。嗯、要我帮你拍吗？我帮你跟他照一下，这样。嗯、要帮别人照。好了，那自己照。你那时候一直往下。对，隐藏在那里。嗯。选择。对，就看你们当时状况。因为这样，他们下来的时间可能跟我们走到。这个。山岔路。对啊，石麻达山、屯野生态山在前面。哎，看这边啦，看这边讲话。耶，谢谢。因为他上次我们调查不是，我也要到，哦，他就那他在外站。今天爬的虽然很辛苦，可是很高兴。好像他带急救他就。老师。超级像疯婆子。我之前也是。好了吗？再好了吗？再一次。嗯。嗯，这个真的很漂亮。嗯。嗯，这个景真的很好看。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哇，好美哦，好美哦，这样子很漂亮。而且要整个拍过去这条路。嗯。而且天气又好。对啊。很热，都有树荫这样子，下雨，真的很棒。快到岔路口了。
那是幽灵人口。哎呀，来山上也遇到认识的。对啊，我们刚才哦，你们从哪里来的？没有啊，刚才就是不小心走到这边。那个，你们去踩黑洞吗？是啊。揪啊！对啊。嗨，曾大哥。嗨。休息三个小时。一个好强哦。我们上次有上吗？有。最后大家都上去。哦，上次是因为有小蜜蜂。那我们上。因为他们去走腰了，结果有人冲回来，那边有蜜蜂。上去还要在除草，打到那个。不用上。哎，就跟着我走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去这里。哎，目前太多向导了。那你要走那边吗？专属我的，专属你啊。那我跟优婷走这里，是这里哦。OK。那杰西卡要走哪边？我走这边，我走这边。走那边啊。一小撮而已。不要掉了。快下山了，快下山喽！只剩下产业道路了。嗯，赞赞赞！产业道路，铁路道路。对啊，更滚得比较快啊。我想哎。要是有上卖那个仙草就好。没有哦。过来再抽把能够。那个，我先去前面取我的预带壳。好的。哎，你不是说要载我？哎呦！慢慢提下去。阿爸，我跟若是总共八人接到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你也可以。好。